早七点多，台南市文化中心涌入人潮，大排长龙，放眼望去几乎都是年轻人和中年人。民众排成一直线，先量体温，喷酒精，打疫苗时间到了，转头一看不得了，已经排了好几个 U 字形，从大厅排到外面人行道，常常人龙超过300公尺，都是为了随打随到的第三剂 BNT。就随到随打，那你觉得又刚好疫情又三剂，因为目前疫情又慢慢的严重。都是因为 Omicron 本土案例爆发，民众趁着休假赶快来打第三剂疫苗。只要接种两剂满12星期，18岁以上民众8号到10号连续3天可以到新营、麻豆、永康东区施打。南台湾率先施行随到随打，也有小朋友刚满12岁立刻来打第一剂疫苗，还能领到200块钱礼券。我也蛮想打，你很想打，班上的人都打，并不会去限制就是多少剂，就是随到随打。截至时间前挂号都能打到 BNT， 高雄同样施打的是第三剂莫德纳疫苗，1月9号到14号6天，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施打，每天限量4000剂采预约制，有剩才提供现场接种。本土疫情再爆发，随大随打排出人龙，民众强打第三剂，就怕变种病毒再扩大爆发。记者赖冠璋、王书宏，台南高雄报道。